双手剑术，其一，雷门剑客，雷轰所传；其二，雪月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指云烟，这第二剑，请师父试之。好，为师也赐你一剑，这一剑也有一个名字，叫平地一声雷。 接得不错，不过你这双手剑，应该是原本准备的第三剑吧？要是没有更强的剑，那么今日的试剑就…… 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的第三剑，我姐姐所传。走，刺剑，你的右腿要弯一点，眼睛看前方。好，三才剑法，平刺，刺，扫，收回来。 早就知道了，姐姐，还是那么爱哭。小姐，这些年你受苦。